調節翻到42倍啊！好啦，我哋又交俾賢仔啦。最後入閘自成一格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5場4班1600米嘅3T嘅頭關，5號馬大熱門啊，26蚊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今日慢一集匯聚力量，精彩兩匹啊！金龍華亦都喺尾三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大外檔有啲嘢勁進高飛搶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位置有紫電明珠啦，內欄嗰邊咧就黃龍寶區啊，大約喺第四位粉紅衫就首飾孖寶啊，第五位中檔啦，咁啊再見到有呢只威德將軍啦，喺出邊啊多進寶，內欄咧咁啊仲見到有呢只線路財星啦，喺外邊勁勇威龍，咁啊紫色眼罩金龍華，大約喺尾五啊就係歡樂一生。後面四匹馬，咁啊有呢只勇冠王啦，自成一格啦，精彩啦，包咗落尾咧就嗰只匯聚力量嚟噶。好啦，跑對對面嘅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勁進高飛貼咗欄帶咧就一路捉翻住噶啦，拍住佢放咧，咁啊仲有得翻40倍喎，就係嗰只首飾孖寶嚟噶。再下邊嘅第三位。內欄位置就是嗰只黃龍寶區啊，中間黃衫藍帽紫電明珠，外面多進寶啊走啦，內欄第六度咧仲有線路財星喺度鬥住噶，跟住佢後面內欄歡樂一生運馬林啊，睇下佢得唔得啦。中間位置有威德將軍紫色眼罩金龍華，揈到最出有兩隻勁勇威龍同埋匯聚力量啊，馬林後面先見到精彩啊！兜到嚟出有直路啦，前面勁進高飛咧，真正搖落去，咁啊靠大步擠嚟咗大約有1個身位嘅，沿住內欄一路追上嚟，有少受咗歡樂一生啊，移翻出嚟中檔再追過，中間有線路財星上緊，後邊有金龍華嗰啲馬，大外檔係匯聚力量啊，最後100米線路財星鬥緊歡樂一生，後邊金龍華接近終點啦，線路財星贏啊第二名，歡樂一生啊，第三名啊金龍華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，咁啊呢只。歡樂一生沿住內欄追，中間咧就係線路財星。其實兩隻馬都拍住嚟鬥咧，鬥足最後100米噶啦。跑第三名就肯定係金龍華，至於第四名咧就勇冠王勁進高飛需要影相啊。線路財星一路都頂住大熱門嗰只歡樂一生贏馬，金龍華起步雖然都論盡啊，咁但係都跑翻第三、第四嘅勇冠王啦，隔一隔，今次又跑翻前一次咁第四啦。线路财星小优完之后，临尾呢只七路17倍嘅独赢啊，5搭7嘅连赢位有26倍，会飞噶都见到就一路企住15倍之后17倍开跑，阿 Kit 捉到呢只啊冷门头马啦，线路财星小优完热咗场身之后，又跑翻啲班底出嚟啦，系啊见真章啊，咁场亦都个人跑得好好，因为个档位都好咧，今场佢睇下头马一张相。我唔係喎，第四名張相啊！勇冠王壓住埋邊嗰只勁進高飛啊！勁進高飛如果頂到個第四咧，就正路好多。係咯，走啱啱又俾呢只勇冠王過咗。我睇睇預計派彩率，跑第一名係7號嘅線路財星啊，對鏡派174.5位置排42.5，跑第二名係5號嘅歡樂一生位置排14蚊，第三名2號金龍華位置排23.5，連贏位5搭7派267.5，三零彩7號、5號、2號派5464蚊，單 T 派566蚊，位置 Q 5搭7派89蚊，2搭7派224蚊，2搭5派46.5，跑第四名就影相9號嘅勇冠王影到噶，嗰只難捉啲啊！睇四連環先，派4378蚊。同埋只勇冠王都啲脾氣，我見佢行沙圈嘅時候咧，阿鄭雨田係一度落咗馬噶，即係諗住佢都唔係好熟啦。啊，結果俾佢剁到個四重彩，派133387蚊。跑落去佢都係縮咗喺後邊咁啊，喺個內欄度慳下慳下咁啊，追咗上嚟啦。咁、當然實際上即係佢係追到個第四啫。涉及呢个四重彩嘅派彩，咁啊呢只头马线路财星，咁啊斗落去同嗰只欢乐一生，大家都好精彩啊！即系线路财星早啲喺即系中档嘅位置嗰度望空啦，咁啊但系而嗰只欢乐一生其实亦都其实走位都好顺利嘅，内栏稍稍移位摄出嚟，两只马就拍住一齐斗啦，咁啊结果斗落去就呢一场啊，国能嘅呢一匹坐骑嗰个反应就强啲，国能都起马啦，刺刀。线路财星文家亮亦都系最近都成日赢马嘅，手风好嘅组合啊！
雖然就莫雷拉嘅在騎歡樂一生佢就贏唔到，咁但係呢場有第二，咁又騎師王佢又攞多啲分，咁應該又再熱啲咯。咁啊，當然啊，郭能亦都頭先見到就即係佢都有分在手嘅騎師啦。不過好似即係較後場次都係阿莫雷拉嘅嗰啲坐騎就比較矚目啲啦。好好笑容啦，當然啦，咁啊已經贏咗兩場賽事啦。郭能今日手風好嘅騎師，大賽日。好啦，睇下巡邏影片啦。起步嘅時候，咁啊，郭能嗰只都幾順利，慢咗少少咧，就是、匯聚力量同埋嗰只精彩話。睇翻前邊先咯，勁進高飛擺前面走啦，戴咗個面箍嗰只，入邊有眼罩就黃龍寶區啦，喺隔離黃衫藍帽紫電明珠，外邊粉紅衫咧就壽、是、色孖寶，最出邊戴咗個鼻箍咧就多進寶，後一浸啦，中間咧藍白格仔帽咧就威德將軍，入邊就線路財星，出邊勁勇威龍，後邊咧就是、金龍華雷神。呢個時候咧已經遊下咧遊咗入去個內欄嗰度咯，就攝得幾靚啊！包尾幾隻勇冠王貼欄，出邊自成一格，匯聚力量包尾同埋精彩嘅，前面都抌得幾慢嚟放噶啦，已經其實都嘥咗米嚟。放得好慢，勁進高飛，咁啊首飾孖寶就跟住佢啦。咁啊後邊紫電明珠啊，黃龍寶區其實都守好位啊。咁啊呢度個步速咧就開始慢啲，都係慢啲啊。所以你見到好多馬咧都要扯住啊，又要轉位啦。線路財星啊轉咗出嚟二疊啦。歡樂一生係一路跟住佢，但係都係一路守住條欄嘅。喺佢後邊嗰只勇冠王咧，咁又係攬住條欄，好似前一次跑第四咁樣嘅。嗯。其實匯聚力量一路都跟那隻勇冠王都拍住嘅，不過一隻就飛到最出，一隻入邊偷位，咁啊翻嚟咧就冇咗個第四啦。中間係金龍話，咁呢場起步雖然都論盡，但係臨尾都叫做跑翻個第三啦嚇。咁響四班始終都係有啲份量嘅。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K 五搭七派89蚊，二搭七派224蚊，二搭五派46.5。四連萬派4378蚊。四重彩係派133387蚊。